大家好，我是天使，感谢你点影片进来。那这一次那个麻薯猫收藏跟那个面包树合作了，可喜可贺。然后为了安抚大家在通行证里面无课拿不到猫猫的话呢，开场官方就送你3000彩虹糖，赶快拿来吃吧。大家公单小，好啦，一天吃一颗，就直接拿3000彩虹糖，一天吃一颗，可以吃3000天哦，好不好啊？好。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到看到这次通行证了。那 Q 弹奖每日的 Q 弹任务哦，第一天他就塞你5000麻薯。之后你就会发现，你如果不买这个通行证，你就拿不到面包树小熊。这是右边直接不给你这个版本的猫啊，所以就是官方希望你氪个金啊，对不对？290而已。啊，没办法就没办法嘛，啊，人家可能要赚钱之类的，不勉强。那如果说在更新之前呢，就可以看到，其实这一次推出大概是3只猫猫，北极熊、麻薯猫跟面包树小熊跟面包树小猪。只是为什么北极熊会在这里啊？可以解释一下吗？你是偷懒，觉得说这边塞一个位置刚刚好，所以你把北极熊丢到这上面？有可能哦。为什么同个版本的东西你要塞再差那么远？好啦，你拿去补洞也可以。因为北极熊没有地方住。哦，对啊，上次我们在吹冷气，那鬼北极熊又快不见了。然後他妈吹几万年的，该换我了。没有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没有，我有环保的，我现在这么吹冷气。以前6%的，哎、欸，大一以前6%的二奖有那个吗？有10只吗？我怎么记得是1只而已。我也正在看，好像是只有1只哎、欸，所以这次可是这一次北极熊、麻薯猫是给你10只哎、欸，可能太难升星吧，因为之前1只1只抽的话太难升了吧，一只升抽真的很难升星。那我接下来要来抽10抽喽，因为官方有1000彩虹糖，我要来消耗1000彩虹糖，然后顺便解这一次转乐的任务。好，那就开抽，直接给你10抽。超，没得跟你犹豫的啦！3000彩虹糖，第一抽叠勾勾卷，第二抽灿卷，第三抽可丽，越来越惨，越来越惨。第四抽麻薯8000，越来越惨啊！天啊！第五抽偶尔奖北极熊，10只可丽饼，松饼。北极熊20只，好多塞、哦、爆了。餐券，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没有抽到一，没有抽到2%大奖哎、欸！我等下一次任务嘛，最后再来捞吧。我在想说什么时候下那个麻薯猫，不下那个彩虹糖抽到保底之类的。你只要说到大奖，它就会重置那个次数，就很麻烦。哦，八只就可以哦，一开始就可以升 rank 二，哎，抽到一次就可以升 rank 二 ，A 级吧 ，A 级的关系。然后我们现在有累积29抽的包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是29抽？包含上一次的。哦，上次我抽到红心女王之后，哦，现在累积19抽，再加10抽这样子。那我们可以先来获得到这一只北极熊麻薯猫。哦、喜欢海豹麻薯猫的北极、嗯、海豹麻薯猫，海豹麻薯猫有啊，我们有海豹麻薯猫啊。哦，喜欢海豹麻薯猫的北极熊麻薯猫，它最大的困扰是发现海豹猫上总是躲着它。然后我们拿到就可以连升两个 rank 哦，抽2只就可以升两个 rank。好，我们顺便来看一下它的信。北极熊喵，北极熊喵，好，孩子很喜欢海豹。等，喜欢的甜点怎样啊？喜欢的甜点是喜欢的东西是甜点跟海豹，你也是喜欢的东西是喜欢的甜点是海豹。虽然说北极熊吃海豹好像很常见，你看哦。哎、欸，小熊脸哎、欸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可有可爱到。前提是你抽得到。
没有啊，抽到啦，十抽中两只。好，那应该就差不多了吧？还有啥？这一次没有卖猫。对，这一次没有卖猫。哦，通行证。哦，对好，我还可以拍一个，我买通行证哈。也可以啊。对对对，我要拍 买通行证。那现场氪，现场氪金，直接给你氪起来。那我们这边转转乐也抽完了，版本也稍微讲一下了，那我们就直接现场氪金吧。好，我们这次氪290，先暂停一下。OK， 我萨尔虫买了通行证，290块。猫猫们感谢你，他们有钱可以发发了。那这边我们可以开面包树小熊吗？对，面包树小熊。其实我完全不知道面包树系列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是因为合作才知道，所以某种程度上，他也是多了一个订阅哦。S 级的面包树小熊，那这一次他的信件是，哦，喜欢的黄黄的蜂蜜，身上黄黄的是蜂蜜，好哦，好、哦、他的，哇塞，好甜的感觉，看我真的觉得好甜哦，这个是。蜂蜜雷蒙胖吧，蜂蜜雷蒙胖 ，OK。满满的体脂肪，满满的热量，对，再加蜂蜜。然后我看一下，我这一次花290，干满这一次的任务的话，很高兴呢，我能升到 rank 二，有二没了，他只给三只哎。他只给氪金玩家三只，最重要是最后一个有一个金箱，有机会歪出别的 S 猫。对，所以你 是可以升到 rank 二，但是要赌机会才会升到 rank 三哦。所以反正这个是一个收集游戏嘛 ，rank 不重要啦。好啦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好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面包树小熊跟面包树小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货哦，这我以为他拉起来是不会有表情符号的，他只会有三条杠是怎样？还有生气，还是跟其他马鼠猫都一样？都差不多啊，都只是要应该都差不多啦。好了，那这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我是天师，这里是天师盖 BQ， 希望这一次大家可以开心好好玩哦。拜拜，拜，算了，随便了。